蜕变中的故宫。国立故宫博物院立足台湾50多年，收藏人类文明的瑰宝，可以说故宫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故宫典藏的文物贯穿时间近7000年，空间上涵盖范围也极广。有来自西藏的藏传佛教法器，日本的石绘，甚至是西方的工艺品。在这些精美的收藏当中，有不少曾经历代皇室及民间收藏家收藏欣赏的名品。古代没有博物馆公开展示艺术作品，想看到名家真迹必须要有特殊的机缘。当时民间的收藏家也和今日的收藏家一样，和艺术家往来密切。他们不但保存文物，使之免于毁损与遗失，也和当代艺术家密切互动，激发更多的艺术创作，并且在文物上留下心灵交汇的题跋与印记，成为故宫书画一大特色。除了民间收藏家外，皇帝也是艺术家发挥艺术创作最有力的支持与鼓励者。皇室内府收藏的规模也常因帝王个人的品味喜好而扩充。五代赵干是南唐画院的学生，他的《江行出雪图》是一件收传历史悠久的作品。这幅画卷历经了南唐、宋、元、明、清等中国历代内府的收藏，流传至今已超过1000年。而画卷上描绘江南烟水弥漫、细雪纷飞中，渔家、旅人的生活情景仍非常生动。冬雪将近，初春来临，宋朝建国，一幅幅巨碑式的山水展开了宋代开国的磅礴气象。画院画家郭熙《早春图》中大雪初融的早春景象，范宽《西山行旅图》巍峨巨山下的赶驴队伍，李唐《万壑松风图》中激越的溪流，大自然造化力量透过画家一笔一画细腻充满崇敬的笔触，即使相隔数千年依然令人心生震撼。
除了皇帝之外，文化的中间分子文人也逐渐成为主导艺术品味的重要导师。他们以诗入画，进而让书画合一，将文学的情境与美感带入艺术创作中。著名的宋代文人苏东坡就是最好的典范。苏东坡不但是位文学家，也是位艺术家，在他一生的流放岁月中留下无数名作。赤壁赋诗写成于黄州流放期间，描写苏东坡与友人的泛舟夜游赤壁，在清风明月中交融出他对人生的体悟，物我合一的豁达胸襟。赤壁引发后人无限如沐之情，激荡出艺术家无数创作的灵感。以赤壁为题材创作的艺术品在故宫就非常多。流放黄州期间，苏东坡在政治的失意也让他面临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困顿。他在饥寒交迫中写下《寒食帖》诗，诗帖中徐起渐快、戛然而止的节奏，深刻表达艺术家面对生命困境的心境，同样也成了后代无数文人傲骨精神的典范。书法是汉文化圈特有的艺术，它既是日常书信的工具，也是书法家艺术性格的展现。除了苏东坡的作品外，故宫收藏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中优美的行书，唐代怀素自叙帖狂放不羁的草书，以及颜真卿记指纹稿中流露真情致信的行楷书等，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宋人重视生活品味，反映在艺术品上，从茶具到人们日常所需的瓷器，都处处显现高雅不凡的美感。宋人制瓷除了注重其浓鲜和度的造型外，如天青一样纯净，或如霞彩一样斑斓的釉色，也都让宋瓷成为工艺技术的极品，而后随着交流的展开，终为世界所惊叹。随着北方草原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而产生巨变，
元代疆域横跨欧亚，中西商业与文化交流频繁。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便是当时最著名的旅人之一。从收藏的元代文物最可以看出跨文化的互动与影响。元代为中古时代的华夏与欧洲正式开启了交汇的曙光。300年后，另一个来自北方的草原政权则让西方文化正式登堂入室。传教士进入中国，充满欧风华丽色彩的各式艺术用品也堂而皇之进入了天子的起居室。清朝乾隆皇帝的时代正是18世纪中国国力的高峰期，他励精图治，为国家带来繁荣富强，而在万机清暇之余，经营于古物天地的时间则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君王。无论是莹润剔透的玉石，还是墨骨书香的卷轴，都能使他忘情的悠游。欣赏之余，也留下了无数御笔墨宝，表露他对文物的心慕之情。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结束了帝制王朝，许多珍贵的文物从皇室收藏转移为公有财产，深宫内院摇身成了现代的展览大厅，昔日的天子也已成了展览厅墙上帝国的回忆。故宫博物院在台湾落地生根，50余年来，65万余件文物在博物馆专业人员严谨细腻的保存与研究下，逐步走出殿堂，下乡巡回，进而与世界文明接轨，展现无比丰沛坚韧的生命力。为了让文物之美能让广大的民众认识，故宫博物院积极筹办各项展览，引进世界各种展览，也将故宫文物推向世界。1996年起，故宫博物院积极赴国外展出。1998年，故宫文物在巴黎大皇宫展出《帝国的回忆》，以双方文化交流的约定，法国亦筹办展览回馈，于2001年至2002年展出《从普桑到塞尚：法国绘画300年特展》，将法国绘画中的精品展现在国人的面前。起荟萃各类文物，选择兼具历史文化探讨的主题，以年度大展的方式做最极致的呈现，突破过去分类展览的形态，而以多元文化角度呈现故宫文物的内涵。
2003年举办的福尔摩沙17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展出荷兰及国内多家博物馆与17世纪荷兰殖民时期台湾历史有关的文物，为台湾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留下具体的印象。走过了战乱的世纪，跨越迁徙的考验，也平复了大地的创伤。故宫博物院力图蜕变与创新，在放眼世界之际，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将博物馆的丰富资源带入社会，为台湾本土注入文化的活水。基于人文的关怀，故宫博物院将文物之美引入乡村及灾区，以艺术治疗精神伤痛，缩短城乡的文化落差。一方面也透过最新的科技与设备，致力于文物的保存研究与教育推广。在世界逐渐步向一化，博物馆迈向企业化经营的同时，故宫博物院也决定逐步结合科技，将艺术研究转换为知识经济，为人文艺术的教育推广而努力。1999年，国立故宫博物院以多国语文建立故宫全球资讯网。故宫透过网络建构虚拟博物馆，将故宫文物有系统数位化，以主题方式延续特展研究成果，累积丰富的教育资源。同时在实体展览规划也致力创新，摆脱传统的名品陈列方式，而以崭新的研究成果及策展理念引入生活、女性关怀等新的时代议题，配合活泼的展示形态，让博物馆更加生活化。让博物馆更加亲民，故宫展开内部展览室更新计划。2000年建制书画多媒体展览室，以最新资讯科技将数位化导览带入实体展览。此外，为培育具艺术涵养与人文关怀的下一代，特别设计系列的儿童节目出版品，为儿童的艺术教育贡献心力。文物迁徙的过程中有太多不可预期的变数，今天我们有幸能在台湾欣赏到这批人类文明的遗产，不能不说是种奇迹。50多年来，故宫尽心守护这批文明遗产，推动文物的保存与研究，近年来更积极开发文物的附加价值，让文物也能成为改善生活品质的一部分。2001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作业基金会，积极转型为企业化的博物馆，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
为民间文化提供创意的资源。著名的云门舞集以舞蹈将唐代书法家怀素的自叙帖飞驰的线条化为人体舞动的旋律，便是集古创新最佳的范例。蜕变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带领台湾文化知识经济的起飞，积极进行的文物数位化，不但让故宫文物普及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也让更多的人可以运用这些数位成果开创新的文化产业。在迎接数位化世界来临的同时，也将为台湾的文化带来永续的传承与创新。